好，一辆巴士和一辆计程车在早上9点半从城市 R 出发到城市 S，巴士耗费5小时15分，然后计程车比巴士早到45分钟，然后计程车在什么时候到达 S4？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，它有10根分，OK，它比它早到45分钟的话呢，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吧，我在这一边就是说巴士它9点半出发，然后它花了5小时15分，所以这一个加起来是10，然后过后14，14:40到达，这一个是巴士是14:50到达，然后那个。Taxi 呢，比巴士早到45分钟，所以减45，所以它是14:00，那个是 Taxi 到达的时间。14:00呢，它是24小时计时法，然后我们减12的话，它其实是 2PM，OK，所以它的答案是 A，2PM 到达，嗯。